请准备。哎呦，那哥哥，你要不下个视频单吧？我可以给你证明一下。你先给我看看，如果你跟视频一样了，我给你补。还能接视频？你跟这照片一样，我给你补。我，哎呦，我们这接单的肯定，你说你要不你先下个视频单呗，我给你开给你看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这都是有平台保障的。不是你不相信我吗？不是啊，我这账号花了这么多钱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你觉得我会骗你钱吗？我会差你这点钱吗？没有说你会骗我钱，但是我们平台都是走流程的嘛。那你看你刚才点我打游戏是不是？你本来也在接我的单子，顺便开一下视频怎么了？那啊，我们先打完了再说好不好？不是你一个陪别人打游戏的，你凭什么不信任平台的老板呀？那么你们里面骗子比较多吗？不是啊，老板，我们平台一直都是先下单后接单，就是跟打游戏一样的。刚才你是也是先下了单，然后我们才来跟你一起玩游戏的呀。不是我后面一起补给你，万一你不是本人怎么办呢？那你的钱又不能退给我。我不敢给你们看那个照片、哎、不是，就是那个照片，就是下了单之后都是走平台的，有平台保障的，老板不可能不是我本人的。要是不是我本那怎么了？我在平台消费这么多，怎么了？就不值得信任吗？红哥那张麻烦老板，你们不要吵嘛，咱们打游戏是吧？好好说嘛。对啊，我们打完这把就说嘛。不是你搞清楚你的身份，你怎么来教育我来了呢？哦，老板，我们先打完这把再说嘛，打完这把再说嘛，别吵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找别人代替你吗？你这么磨叽。哎呦，那个老板，你要三级头吗？你不要岔开话题好吗？老板，你要二级甲吗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你不要岔开话题。我说了，咱们打完游戏接完这单再说。我会差你那 点钱吗？不是啊，要但是我们这都是走流程的呀，你得先下单才能接单。那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我先走。嗯，老板你先下单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我觉得这个小姐应该冷衣服。哎呀，我操！牛逼，童哥！笑死我了，刚才。没脚步，为什么最近老是听着玩着玩着没脚步？对，童哥，你耳机应该有点问题。我也才今天才刚认识你，是不是？如果说要给你开个视频什么的，我还要化妆呀什么的，比较麻烦。怎么了？我看完你，我又给你补单了，你跟麻不麻烦有什么关系吗？这老板想白嫖，怎么扭扭捏捏的呢？别急，老板，你等一下，小姐，你视频一单多少钱吗？就那个下两单呀，就刚游戏单下两单就能视频了。两单你游戏，一单游戏多少钱？10块啊！我视频单才20，老板你就只给他下了吗？是吗，老板？哎、你怎么花这么多呀？那他万一是个300斤的胖子呢？我的单子又不能退，我不亏了吗？是钱的问题吗？好，我不插嘴，老板。一枪就死了，进童哥，拉我一下。单我也可以给你退了，是不是？开进来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能不能退啊？开了可以的。哎，吵起来了。这该如何是好，兄弟？作为
同事，我该帮，但是他又是老又，但我又在借老板，这东西我他喵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帮啊，对吧？对吗？老板小气，我靠，20块都差。得等一下喽，快求个冰茶。那个你知道的，小青蛙也是我们平台的，他知道我们平台有规矩，不能就是说没有接单就不能就没有下单不能先接单的。你挑，我锤你。小青蛙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老板这一单你什么时候给我补？我稍等给你补，你怎么话这么多呢？你不给钱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说话声音咋还这么大呢？你把你嘴闭上！你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好的，老板，我干嘛你不干嘛呢？你老插，他喵的，这个老板真的是，瞧，闭嘴！你插嘴，怎么的？连狗都叫出来了？怎么现在？我错了，大哥，你继续叫，大哥，我错老板不好意思，没有兄弟们，我们小哥哥想这样凶一下他，看他会不会软一点。没想到你越凶了，这老板声音越大声，我靠，等会容易吵起来。算了算了啊，为了直播间这么多人的一个面子上，咱们还是不要跟老板他喵的对着干，对着干，等会儿直播间那喵的疯了，太大声了啊！这老板说话声音太大了，别，他两个人不太好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一个队，爹，脸上就来了，还是这种，一枪死，一枪。又是一枪！我操！拉我起来，我跳弱小屋。小觅食是不是也是咱们平台的呀？你是不是也知道咱们有一个这么的规矩，就是要先下单才能接单呀？我不知道，老板，我不是你们那个小姐，我不是平台的。那他不是说你是喊你过来10块钱一单吗？他这是个测管，他有什么画面啊？他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别扯我，我继续啊！你们继续，我错了，大哥错了。嗯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们先打完这一把游戏吧，打完这单再说行吗？我现在很生气，你现在跟我就是你在拖什么呀？你在。那么你觉得如果真的是特、？C 字楼有人，童哥。C 字楼吗 ？C 字楼，对，确定。我看下面有没有。好。啊！刚才人可能是从这边过去的。这边像没被收过，我操，被收过。特别流程这么来吗？好吗，老板？我要走什么流程啊？哎呦，走流程，走流程的。我怎么点别人没有这么多流程呢？你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你问问小屋小青蛙。怎么？那个小你问他干什么呀？小姐，我没画面。他就是个臭陪玩，你问他有什么用啊？不是，老板，我们虽然是陪玩，但是也是有尊严的。你一开口闭口一个臭陪玩，什么尊严啊？你不就是靠钱吗？这小姐老是甩到我身上、啊，有钱不就行了？你要什么尊严啊？我靠，绿神，真的，这个老板他们要的受不了，但他声音太大了，我感觉我们两个压不过他，怎么办？对我也是这么觉得，那怎么办，童哥？我靠，压不过，我教你啊，碧神。你怎么开始上升人身攻击了呢？调成1%，然后我们就感觉压过他了。这样吗？一号、okay 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么凶干嘛呢？你这样对人家妹子好吗？你个大男人。干你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声音好小哦，你叫什么叫吗？你该不会没出息吧，一号啊？你怎么是不是没出息啊？你怎么只知道凶妹子？你这一单我的钱你给了吗？我差你的呀！你在我这儿没画面，好吧？希望你看看高音喇叭说话啊！你怎么做老板的呀？10块钱都给不起。
你话真多呀，你是不是不懂社会规则呀？你不是什么社会规则，我上百级完成你的单子了，你这把还没给钱呢，你在这里叫叫叫叫什么叫？用那个视频里面的话来说，你就在狗叫什么？狗知道吗？你大声点，兄弟们要大声点吗？不是，老板他俩两单子还没下呢。我操，声音太大了，兄弟们，调成1%，1%。不是说再怎么说我都听不清。你不是说他俩也在下一单吗？他俩那两单你还没下呢。怎么了？我会差他们俩的吗？我们现在我们三都是先陪你玩了。哦，对哦，你第一单那个钱你还没给三号哦，你怎么这么抠我一号？你该不会是要牛的吧你？臭保安，你着急什么呀？你放牛的吧你？你钱给没给哦？你还欠了四单，你想我们态度好，然后你先把钱给了，好吧？不要在这里一直逮着妹子说过去说过来，你这人你想找谁啊你？啊，不要以为你是老板，不敢崩你啊，知道不？你给我老实点，听到没？笨蛋，懂哥，站在地上认错。缠绷带，你缠绷带有用吗？漂亮，错没有？做得好。你他妈的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个陪练，你当自己是你啊？你技术也不怎么样，你在这抢人头，你还在这炸我是吗？谁炸你啊？哥，让你说话声音小一点，啊，让你老实一点。是的呀，你是。是吧？给人家妹子道个歉，钱又不给，又想白嫖。你是干啥吃的呀你？还想看妹子人家长怎么样？你在这笑话什么呀？你在这笑话？吃了快没？你叫什么？你在跟我叫什么？什么呀你？你在跟我叫什么？你就是个臭保安，怎么了？保安，现在不给你们听声音，给你们听他的声音有多大？嘴你就裂了，你是个干啥的呀你？你是不是疯？我是啊。哎呀你！我是干保安的，我干啥的？我干保安的，保安。感觉到我要保卫一方平安。竟然觉得1%，知道吗？怎么？啊？我要保卫一方平安，我是干保安的。你是胎盘吗？你是胎盘，但是我也有尊严。你是不是胎盘？你有鸡巴的尊严，你连狗都不如你，你有尊严？你我操，40%，我是保安。你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保安。我再说一遍，狗都比我要保卫一方平安。我跟你讲，我要保卫一方平安。收留你，我跟你讲，你都不如保安手底下那个狗上的狗链子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如。你知道我有多牛逼吗？你知道我有，你知道我有多牛逼吗，哥们？你知道吗？我，你就是个牛逼，你就是牛逼生的。我买的眼镜180000起，我的波司登鞋1,070,000。你买的眼镜180000起，我裤子800,000。3.5块呢你？你还搁这买个眼镜？咋的？你是残疾人吗？你戴眼镜？哎呀，别吵了，兄弟们，他这已经上升为群体攻击了。我靠，戴眼镜怎么了？我靠啊！我这。羞辱人了，有我牛逼吗？怎么一股螃蟹味呢你？哇，兄弟们，你有我牛逼吗？我拉屎不带纸，你带纸吗？是你不？我拿手指，我就吃嘴里了。我跟你怎么比啊？是吗？人身攻击是吧？哎，你俩别说了，人身攻击是吧？你们几个下等马就是正三。空投行动顺利完成。你们几个？啊，还有你就说你就是个，你连10块钱都不吃，你说你活着？你妈，我跟你讲，你妈都是个脏鬼，你妈呀！我妈，你们呢？你别扯我妈，你个小逼崽子！我真的，你怎么回事？别说啦，你是半个这个人真的是。你等我，我去百度抄点词。我让我表弟，真的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等我2分钟好吧？咱们继续骂。你这个人看不起保安是吧？别说了，别骂了。对呀、啊，兄弟，你怎么还上升群体攻击呀、啊？我发现你这人，你是有点不要再攻击人了。我不光攻击你，我还攻击他呢，咋了？你们两个胎盘玩物、啊，你就说你俩起的名，你俩好像个牲口一样，你俩上辈子是动物呀，你俩这辈子不敢当人呐。我靠，兄弟们，老板，青蛙的跟一比啊，你俩。老板，你别说了，行吗？臭嘴闭上。葵花一个谁都有。别拿一颗当永久，好吗？这个你要骂一个谁都有，你还别拿一个当永久。你好像高中的厕所里面的蛐蛐，你好像，你好像3岁半，你好像你3岁半，先穿袜子再穿鞋，你还先穿袜子后穿鞋，我跟你讲，你活到35你就死，你连儿子都没有，你。我操！
你能不能不要再人身攻击了？这是他，你这个老爷们老是在这里攻击人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十块钱的单你都还没有下，你老是在这里骂人。童哥，我们要飞到哪里去？童哥，下面啊！这个老板他骂的咋子？这个厂我们接不动了，为啥这个太猛了？这人身攻击了，已经开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咱们打点数字没有？谁没有数字啊？你这个叫你这个叫有数字？就你这个叫你有数字？我跟你讲，那我家楼下那泰迪说话了，行不行？你说话好像那小狗乱叫，你说话。那你把欠我们三个人的单，你现在下了。你好像门口那小驴，你好像没有门口的小驴。那你现在把你欠我们的这三单，你下还给我们呀？那你下单呀？叫我啥呀你？那你把欠我们的单还给我们呀？你怕不是都是性病患者？你是不是接单更迭？你是不是一天用四桶八四呀你？啊？这个人可以带喷，真的。报警，小姐报警，太恶心了，真的，直接报警。怎么人老是这样攻击人的呀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把你臭嘴闭上吧，你旁边这个小驴知道吗？啊？我是保安，管谁叫驴？你说你个牛马，你说你个牛马。小卡拉咪，你给我说。啊！你接着说。我提了个玩意儿，你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！我十七颗牙，我昨天刚去看完牙医，十七颗，正儿八经要拔掉一颗。你该死了，对你该死了，你。我为什么会该死？你能不能不要说了？我单退给你行吗？你这单退给你，我不接你这单了，你走吧行吗？你走，我这单我都不要。兄弟们，这个老板他喵的简直恐怖。这有点东西啊，米仓前面。对，东哥，你等我。你是不是小时候羊水喝多了你？跑了，已经跑了，打不到了。很准，前面都有人会玩，小心点。这嘎吱咕吱的，这喷人太厉害了，妈看一看就是个专业训练的。专业训练的，怎么骂人？哼，东哥。真的，我屌。这绝对经过专业训练。我是专业的，都不会这一套。太没素质了，这样不能学习。而他一直能说，这他妈属实佩服。还不重叠，虽然确实有点低俗，童哥是吧？嗯。说话呀，小饼。但他这样说出来，直播间没提醒违规，说明他都没有掌握。牛贝儿，真的牛贝儿！哎呦，不敢跟我对峙了。乌龟哥，人救救我们！乌龟哥，这是你爹呀，上来就救你，你咋这么不值钱呢？我又没有跟你说话，你干嘛老是插嘴呀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说了？你的单我都不接了，为什么还是说 ？OK， 我看不上表，怎么了？就妹子，我开。OK， 我开。出来卖了还装清高，你这种人跟你讲最膈应的。哎呦，米生你哥，我的问题，童哥，这里人架死了，童哥，他楼顶。拆一下，快点上飞机，快，把他补了。上飞机。牛逼！
为你救妹子。哇，好厉害啊，又杀了。我的问题你别搁那挖了挖了。我夸他们又没有跟你说话。啊，你没事干，你多住住 ICU， 你多看看病行不行？你把那呼吸机带上。你别让你奶白发人送黑发人行不行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退了吧，我不接你的单了啊！你还费不起啊！你活着呢？费不起了这个。你活着呢？兄弟们，这个必须没有童哥，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刚刚情急比较危急，确实，我丢。什么情急比较危急？我说这个费不起了这个。哦，我以为。小青蛙，小青蛙，小心。怎么了，小姐姐？你叫两个爹妈，连这名字你都叫不明白，你后来叫人家干啥？你有脸？我跟你讲，不要信你，把他抽自己两大嘴巴。哎呀，这个男的真的好欠啊！小青蛙，小青蛙，我们要吃鸡了，小青蛙，你好厉害啊，小青蛙！你一天吃的鸡还少啊你？啊，你不光吃鸡，你还吃鳖吧你？哇，兄弟们，这个男的好欠啊啊！啊？举报一下这个老板吧，我靠！我跟你说哎，老板，你刚刚还说你在上面这欢游里面充了很多钱啊，我这一举报你，你那个账号得被封哎！我跟你说，你这说话还是文明点啊，你一直人身攻击人，慢点。你说你三分钟说两句话，你也配说话呢？啊？你是不是带助听器的呀你？啊？小青蛙你好厉害啊，又杀了人，好厉害啊！你别搁那小青蛙你好厉害了，小青蛙你好厉害了，行不行？你好像在这认贼作父，你好像没见过男的一样，你好像。我都没跟你说话了，为什么你还是老是要说人家呀？因为我瞧不起小表。哇，牛逼！这么远还能点到，我的天哪，太帅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太帅了吧！我必须要喊你的龙根一把。哇，这个冰神他妈的，这个老板你要不把他杀了吧，冰神！我靠，他妈的这个什么呀？这是个怪物吧，兄弟们！我太那啥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Q 脑袋，哎呀，等会儿去举报他一手。兄弟们没下载下方小铃铛的那个欢友的下载一波，好吧？我撞死一个人先。停，哎哎哎。舌头，你好像舌头烫了发一样，你好像，你能不能把那平翘舌封筋了呢？你啊，你能不能把那舌头伸直了说话？你，嗯？哇，小蜜神，小蜜神，你这一把也杀人了，好厉害啊！咋，他是你妈呀？他不是我妈，他是我的同事。你咋的呀？你这人是不是活不起了？见人就骂爹妈爹的，没有你这种儿子。咋的？你这活二十多岁，你起当妈了你？你这是？太帅了，童哥，我丢！哇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能行吗？这里还有一个童哥，有危险！这，我的天哪！还老总孩子，还老总孩子，二十块钱都付不起，还搁这装什么清高呢？素质极差，张口闭口就是爹妈。跟没爹妈似的。你是不是本身是个孤儿啊你？
我不是孤儿，我可多朋友亲戚了。你妈保护你一辈子是吗？啊？你骂我就行，你别骂我的小姐姐，好吧？你骂我就行。不骂你妈，我就骂你。嗯，对，你也。对，你必须的，你必须说对。小蜜子，你别跟他说了啊！这辈子无语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我屌，兄弟们真的。哇，小青蛙，你这是妖色吗？小青蛙好帅啊。这叫蹲起。蹲起呀，太帅了。能教教我吗？声音不行，经典太散了。咋教你？床上教你啊？你咋这么贱样？你这个贱样跟谁学的呀？你是不是？哎，他喵的，蜜神，你说这个男的咋这么说呢？口嗨哥，因为他是口嗨哥。输了一局啊，真的一整局啊！我靠，这他喵的！你那单我不要了，你把欠他俩的单你给他俩补上就行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我不接你单了。你有毛病吗？兄弟们，对吧？我靠！这个男的属实有点恶心啊，对吧？真的，这哥们儿我受不了你了。等会儿你那个欢游账号给你封了，真的，不跟你开玩笑。你吓死我了！抓毒了，爹！我操，秒说！现在自区的人都会说人话了吗？现在？有错吗？啊？你说你个吃动物的选手，你乱叫！你往前跑，通哥，你往前跑。不过我得谢谢你，你说你不吃虫子，我们都得遭受磨难的。我操，我这还有个人啊！我日，你个闲人哦！你还有四个人，小青蛙，我们要吃鸡了。怎么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吗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忙着张嘴吃蛆呢你？啊？不想搭理你。你不敢跟我对话呀？意思你开车干嘛？跟你说话呢，青蛙蛆。我没了，童哥你走走，你个废物样，都能死外面，你活着干啥呀你？你屁股还有个人，童哥。哎，他不可能。坑过我，我跟他是。你都不如这青蛙，你白长那么长了你。加油！你说话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小青蛙，跟我对峙，我的狗。我这个圈，你别在这狗叫，有人呢，你游戏打得过我，你再说你打得过就、打得过我吧。张嘴，我给你喂狗粮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个人真的是无语死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你换小苍白，小苍也干不过。游戏打得过你就行了，你不就是个代练上去的吗？哎呀，人家都杀了21个了，还代练。你玩这逼啊！你除了抢点人头，你也配说你玩的厉害了？哎、你又觉得你行呢？我跟你说，眼瞎呀！你要是不服气，你等会给我单挑，好吧？对。怎么让我欺负动物啊？我不忍心欺负小狗啊。你说万一我把你欺负了，你把你们家的三只狗叫过来怎么办呀？啊，你把你们家的母狗跟公狗叫过来怎么办？我找一下那个人在哪里，兄弟。这个相当于是探测仪啊，在红点落到的地方，要是有人的话，它就会冒起来。红点扫描仪。那草里面是没的。刚才看到他，我想说，我查一下，怎么又吃毒啊？我是哟。
去厕所。跟你讲，人家都吃惊了，你看到没？我跟你讲，就他这样的，我跟你讲，专找你这种不值钱的逼。兄弟们，你们说怎么处理这个男的？骂不过，而且我们身为主播是吧，也不能这样，我们得采取正确的手法啊。等会儿把他号给他封了，好吧？童哥，就别跟他们硬碰硬，直接封他号就完了，真的。封他号啊！啊，跟他逼逼赖赖这么多，都懒得跟他骂呢，拉低段位，拉低档次，啊、直接封他号。对呀、啊。太恶心了，这全局真的是。对呀、啊。第一次见过这么恶心的。纯粹恶心我吗？是吧，兄弟们？嗯。素质低下，一看就是没什么文化的，啥事也不干，天天口嗨的那种。你说游戏账号，游戏账号不知道，游戏账号如果说举报他语音违规应该就可以，但是他喵的，他这你，他这是侮辱人知道吧，他行啊，这个哎童哥他不是那个吗，哪个，他不是搁荒游上有账号吗，对、啊、直接去给他荒游上面能给他封吗，把他那个分了，他不就霍霍不了人了吗，以后 OK， 你说那个这个敌人他们别给我放个雷进来哟，应该不会的。啊？应该不会，不知道错了。漂亮，牛逼！我再不杀他。没猜错，开麦还搁那骂呢，同个全局骂下来，太恶心，太恶心。哦，又吃鸡了，牛逼！啊、没举报，我靠，这里举报，还有启动罪，侮辱人儿啊，兄弟们就这样，哎，嗯，差不多，黑弟这么菜，哎呦，还有金嘛，哎呦。现在都带你打两把七了，你到底要不要结？小姐，我直接把他踢了。他还没给你们结账呢。没事儿，我等会儿去跟那个接待所把他找来。哎，小姐，你20块钱一单接个视频啊？哦，真的吗？你确定不？哦。你这话说的我怎么有点害怕，你别害怕，我又不是那个人，我这样、那个、你是直接给你刷礼物就可以吗，不是你啊，其实吧别这么说，刚才小密室还有你刚他说我的时候你们都帮我说，谢谢你们，没事儿，20块钱是吧， OK， 我送给了你个钻戒你看到没，哎需哦哦、啊、不行需要验证，我这送不了你，我能不能收到？你别给我送了，你别给我送了，我刚刚都送不过去的，妈的！你不用给我送了。那我能给你寄个视频不？你真的想看我吗？我真的想看一下你，是不是刚刚给你发照片里面的一模一样？嗯，那你不用给我下单了，你。护着我，我很开心，我就你很开心吗？行，我也很开心。谢谢 那你想免费吗？好的了，好的，小姐，那你直接从那个欢迎里面把你的 QQ 号发给我，我加你。我怎么感觉你不会跟他一样是个不正经的人吧？小姐，我是很正经的，我跟你开玩笑，我有点激动而已。会让我感觉有点害怕。没有，小姐，你要相信我是正经的，要不你把你的 QQ 号发给我，我加一下你，对吧？我又不能干嘛？那行吧，那我给你，我发给你。哎，兄弟们，哎，看一看。哎 ，OK， 接视频我给你们一起看，好吧？马上。发了。
收到了吗？我在输，但是刚才查找的时候没查找到这个人，等一下啊。哦，找到了。嗯，好。OK， 我现在加你。你看到了吗？但是我没有化妆，有点紧张哎。加你了哎。我看看。OK， 兄弟们，再看一下。放羊的小娃是吧？那你弹我吧，我同意了。哦 ，Oh my god， 别生，我进视频了。喂，我丢 ，Hello， 小姐，你怎么是照的墙啊？我啥都看不见哎。等一下，你能看得到我这边的画面是不是？我能看到你这边的画面。哎，我怎么有点卡？我能看到你的墙。哇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怎么跟他这样照？你不要这样照啊，这样照不太好。你要不把手机放这，放好就行。啊，我行吗？这样子。哇，你真的跟那个照片里面一模一样，你等我一下吧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丢。你等我一下，小姐姐，你等一下。OK， 你就这样，你不要乱动了。好，你别乱动，你千万别乱动，你千万别乱动。OK 啊，我靠，你不能看脸吗？我没有化妆哎，如果要看脸的话，我要化个妆哎，需要一点点时间。需要哦，那就算了吧，这样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我靠，你这就跟那个照片里面一模一样啊。不过今天真的跟你玩游戏，还有你那个小蛇蜜玩得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是个主播哎。啊？你很惊讶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没听过牧童的这两个字哈？就是快手那个牧童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我靠，我那个花友里面的名字也叫牧童哎。不是，我以为就是因为牧童他几千万人气的大主播很火，我以为就是你是故意模仿他的，你也是他粉丝。啊、不是真的吗？你说你在。你是他，我都不敢出来了。我不是他，你出来吧。不是，你说真的，你是不是？我是。不是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是不是不相信？你要不相信，你等会儿你回换游，我带人过去，好吧？你来我们换游跟我们一起接单啊？不是，那个厅就是我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没看到我有个管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说你卡了耶，小姐。Hello，萨维利卡，萨维利卡，你网线被拔了。童哥他应该回花游了吧，童哥你不是让他回去吗？他回花游了吧？啊，你都跟他说了，那人家肯定去看你是不是主播了。我丢，我靠，都不给我打声招呼就回去了，有可能。 OK， 我挂了。他回去了吗？我看一下呢。哎，那个男的怎么也在听你哦？真的假的？童哥我真 的你要下播了，我真的要骂他一顿。我真的你要骂他吗？我不敢吗？我肯定要骂他。那你来这个欢游啊，那个这个房间我把你弄上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等一下，童哥，那我真的我真的我你真的要骂他？我真的童哥，我怕。那行，等会儿我下播你开一个，我看一下你有多猛，好吧，米森。我真的，童哥这样，哇掉啊！你这样来吗？你要来的话，我靠，我到时候给你留个位置，来不来？行，我骂两嘴我再开播，真的，我真的骂两嘴，我受不了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他们吧，我给他们发个信息，我看一下他们。OK。来，童哥，我下载了，我正在下载。你正在下载下方小铃铛吗？我正在下载，我骗你他妈出门让这偷两下，马上下载。你看我们三秒就好了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判案一样？就是你也不帮我。就是我们这边不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二号麦很不正经的，他老给我发一些就是那不正经的东西，然后一号麦胁迫我去带，去带着他的狗一起玩，然后让我给钱，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反正
陪玩嘛，就是哇，加这上个了男一的个人他嘛。但妈是如的，果这他真们得可知怜啊，米神。然后在游戏里面拿雷炸我，还不让我有游戏体验。我还正在注册号，马上，我真的他在装可怜。你说是几谁炸的你？哪个房间，童哥？这个一号867-1925。保安。OK， 马上。保安是谁啊？就他的那带着那个狗，不是说我不行的兄弟，你给我进来，还要你那边的看，跟那边人说一下能不能报下去。他叫人来骂我。OK， 那没事，你把 ID 给我，就是、然后你要刷点礼物才行。这些情况我们都是需要核实的。OK， 然后你这边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，我都属实。对，你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，你可以提供一下。二号麦没有爹妈，我发誓。哎，不是哥哥，你不能这么讲话的。我们房间就是首先你不能讲。就是不绿色的东西，然后也不能骂人，可以吗？哇，这个男的在电的黑白呀，兄弟们，我操，好可恶！我没有骂人，啊、可以吗？我没有骂人，我一般他们都是没骂人，不骂人的。我跟你说嘞，接待，你怎么又换了个接待了？又是另外一个接待了吗？啊，对，那个像一个。我跟你说，这小杨同学满口胡言啊，他一直在侮辱人，知道吧？在游戏里面。这说一下具体的，就是我听一下每个人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讲。你看，我都说他们两个人串通共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个人斗不过他们的。然后他还带着他这帮假粉丝们，带着这帮狗来欺负我。你看，都一个个都狗叫，都骂我。不是哥哥，那个注意一下言辞啊，我们这边不能骂人的，注意一下言辞。不是他们骂我，是他们骂我。我不是哥哥，就是你讲话描述的时候，你正常描述就行了，你不要言语攻击，好吧？好的。对，然后木桶你继续讲，继续讲，我已经讲不下去。我跟你说，他在游戏里面声音很大，然后就用他老板的身份压迫我和那个小姐姐，知道吧？就用他老板的身份压迫我们，然后为他服务，带他吃鸡。第一把带他吃鸡了，是吧？他给了钱 ，OK。第二把让他下单，他就一直不给钱。然后我们还是带他吃鸡了，然后第二把他就在里面一直骂呀，又聊这个聊那个，就聊得很那个啥，很 yellow 啊！你不相信的话，你问一下这个二号。闭上你 ID 多少 ？M 一，你说。我看一下，童哥，我已经载好了。这个你发到二丫里面。喂，能听得到吗？ Okay. 这个八他特别变态，他下了我俩两单，下了之后后面的单子他就让我们先打，然后呢？打了之后他就不给钱，然后呢要让我跟他开个视频单，我让他过来下单，他就说他不下单，然后就开始骂我，骂完之后呢，这个二号、哎、你要污蔑我好吗？明明是你勾引我好不好？这个一，然后第二个通告，明明是你勾引我，我不上当，快点，我觉得你是骗子，然后现在你们两个人串着供来欺负我是吗？我消费了这么多，你们平台就这么欺负人吗？不是。我们欺负你、你是不知道他刚才在游戏里面一直骂人，一直骂人，骂得有多严重，然后就是他现在欠了三单还没有。你看密室我给你打的字啊，他连欠的单他都还没有结账呢。老板老那个主持，我的目标 OK 童哥，我刚刚听弹幕也是说他欠了三单嘛，但是刚刚木桶讲他好像说是打了一单之后，然后又你扣了吗？密室还是什么？他到底结了？马上童哥，我要把那个手机号。他还要绑你手机号。第二单，刚才我们前两单他是下单下我们去了，然后呢后面两单呢他就让我们先打完之后再结算，知道吧？我们三个人好找到你了，然后。他没有结上，然后呢他又要让我先跟他视频他再下单、okay. 我不同意，他就开始骂人。密生你要开始了吗？你要开始了，我这边就下播好吗？我真的，我直接就开始吧。你真的你要直接开始，你要直接开始，等一下我先下播。我对他刚才也骂他了，他骂我们三个人。可以吧，密生你先正常给他交流一下好吧，先交流一下。他们三个人欺负我，你不要听信谎言，你不要听信狗的谣言好吗？主持人，你看他这个人太多了，开口闭口就攻击。那个我们这边说话注意一下言辞啊，注意一下言辞啊。啊，你们可以简短的描述一下，然后就所有人描述好你说的内容，我们看大家说的是否一致， okay, 好不好？如果不一致的话，我说一下你有什么证据提供一下。密审，你是怕人太多了，等会儿你说之前你说你不是密审就可以了，好吧 ？OK OK， 我们先描述一下刚才的这个男的行为，你先说。你被骂的最惨，
别说了，说个蛋！我跟你说，就这个是几麦来着？这个八麦，什么小杨同学是吧？你把家地址给我，你是没妈还是没奶啊？我他妈给你奶，坟头跳的！我操，兄弟们，我他妈的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那个小铃铛得下了啊！我得那个是下播了，因为小铃铛得没了，我怕变成这样不太好，这样不太好。他们两个麦克风已经开始，哇，我这屏幕已经黑了，我靠，我都忘记了。屏幕已经黑了，他们两个密室已经直接跑路了，我靠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我先下播了啊，虽然没听见说的是什么啊，我先下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去这个871925房间，他的号绝对要被我封，等会儿把他号封了，拜拜，再见啊。